内政部把立法院给他抛下去，所以民进党自己愿意怎么样入蔡英文的口，我们国民党就插了口。所以今天大家站在这里，我想我们为历史做见证，好不好？那我想我们委员从前天开始，他们三位在这边，大家都是轮班的来这边啊，我们非常敬佩各位。那我们看我们新移民的我们的各位好姐妹，还有很多朋友啊，陆陆续续都来。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空就来多陪他们一下。那昨天我们吴主席特别说，国会已死，但是民主不会死，对不对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有我们国民党，民主不可能死掉。国会死是因为民进党的烂国会，我们把它替代之后，我们就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想，不管在这边哈，我想可能在这边会有不同的人会来做骚扰。各位来声援，你们不要动，放心，我们会有纠察队啊，坏人我们来当。对不对？我们不是不给人家放眼的机会，但有些事情你要适可而止。刚才这位长辈不是说我对他不敬啊，他不能倚老卖老，拿着锣叮叮咣咣敲着委员，人家这都已经受不了，头快爆炸了。所以这一点，我想我刚才做了错误的示范，可能对长辈的不尊敬，你们也要原谅我啊。但是我想，不管怎么样，各位来到这里就是对民主的肯定，对我们的委员的支持。那我想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吴育胜委员他能够风尘仆仆的来到这里，大家希望将来他在淡水啊再出来的时候，大家给他支持，好不好？好。在新砍军工教，就是砍我们的根呢。不到千分之一的人也同意，A B 呀，东新闻或是三金无线新闻在立法院秦贤罗报道。美国